佢哋示威者向警方投擲嘅，咁就有水樽啦，咁啊有遮，同埋有安全帽嘅。有一批示威者又衝咗出去。小心！有冇雪橇？打救佢哋！系啦，咁示威者攞住啲铁栏，咁啊冲向警方嘅防线，警方就不断喺咁喷射胡椒喷雾。他們就拎著這些這樣的木板啊鐵板呢就一路將他們的防線就向前推的就推近去警方那邊的好了現在他們嘗試呢就衝擊警方的防線其實這個位置的警員呢他們有那個的裝備呢就主要是一些圓形的盾牌他們都戴了頭盔也都有警棍的示威者一路就向警方就投擲一些物品雨遮警方開始亦都將一些比較高的盾牌就搬來前面亦都出動到就是一些催淚水劑警方出的時候看到示威者就退回後的我就繼續就向住警方的防線那邊就一路就係投擲一些物品。警方都加派咗人手就落翻去就係比較前排的位置。看到有示威者就嘗試就衝擊一下天華道這個位置剛才就有過一輪的衝擊的現在又再停了下來你看到示威者又再重新就做多次那個布防又再搬回起一些鐵馬警方咧，而家就出動個紅旗啦，就再警告示威者咧，就唔好衝擊個防線。我見到喺天華道呢度地下咧，就有一批磚喺度嘅。咁啊，先前咧就係有示威者咧，都係喺政總附近咧嘅一啲道路咧，掘起咗好多嘅磚頭。嗱，見到而家是有部分嘅示威者咧，係拎住啲磚啊，每人咧都拎住一啲磚咧，就向住警方個防線嗰度推進。他們再一次行近警方的防線同樣他們都是向警方先去投擲一些物品的看到剛才掟出去的包括有一些頭盔另外也有水樽有示威者也抬起了一些鐵馬看到有示威者是向警方掟磚頭的
此例有比較埋身的一些推撞啦。有可能見到我哋現場咧，見到有示威者投擲咗一些物品之後咧，係冒火冒煙嘅。情況相當混亂，你見到警方一路係向後退嘅。嗱，之前呢個位置咧，政府係已經咧封鎖咗嚇，同本會係已經封鎖咗咧，就係立法會示威區呢一個嘅位置噶啦。再有一啲嗱，見到現場情況相當混亂嚇。